现在我们试玩一下，就是比较粉丝向的一款游戏，有高达 EXVS，就用这个 Win 斩精英试玩一下效果。我也属于比较喜欢这一款游戏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基本上所有系列都有买，像什么 PS3 啊、PSV 还有 PS4 版的我都有买，就在这上面也都显示。这也是正统续作，基本上也是独占的，就索尼第一方独占的游戏。所以说你想玩到，也只能在 PS 平台上才能玩得到这些游戏。所以我就买这个掌机，我主要其实一方面也是偏向于说可以玩这个游戏才买的这个掌机用。那把帧数打开看一下。这建议是开25瓦，这样子的话玩起来会比较丝滑一点。我玩个对战模式。基本上它这个 FB 的话，机体会比那个 MB 少挺多的，但是的话基本上。该有的都有，就正常的那些热门的机体，基本上该有的都有。玩一下神高达吧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机体。基本上在60帧就没有动，就稳定60帧。这个掌机的话，玩这个游戏还是挺方便的，就是也可以体验到随时随地都能玩到。之前 PSV 也出了一款，但是的话就是，哎，属于一个阉割版，玩的也很拉稀。就是这一款，这一款，这一款的话就是确实就比较拉稀一点，它是属于一个阉割款、阉割版的，所以说会比。就玩起来就没有这些，就是正统的一些那种续作玩的舒服，哦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哦，基本上能稳60帧这游戏。